张，好感动哦！节目好像突然变粉丝配角，要去澎湖，怎么这么小车？因为大家都在睡觉。不能吵到大家。我本来也要睡觉，可是我忘记飞机上预告要拍了。不让你睡。我们检查一下，东西都带齐了。好好好。睡吗？我要去找看。笔电呢？该带的都带了。有的东西算是我的压轴，因为你知道，就是出来的时候闪闪发光，但是我本人有时候没有那么亮。对，的确很暗沉。就是要拍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啦，那我就去看说哪个东西最近，没想到黄金吗？哇，香港的安耐晒，它比黄金还金。哇。好厉害哦！你在干嘛？我刚刚不想睡着了。我们住在这边晒日光浴啊，因为我们住的民宿非常的好。晒日光浴也穿太多了吧？因为我很怕晒太阳，对，就是即便日光照射自己会很爽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大部分的时候我还是会穿外套，就是能遮的地方都会遮到。可是如果说遮不到的话呢，你就是要当然就是要稍微就是遮盖一下。那我就再去。资生堂的安耐晒金钻高效防晒凝胶，只要是冒出来的肌肤呢，你就大力的给它抹上去，因为它很好推开，你知道，它上面是有那个独家的乳化技术，就是这样直接推开，那就觉得哇，很方便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涂完之后呢，你就在那边继续晒太阳，完全不用怕。那怕的就是呢，拿空调的。好了，我们要去澎湖玩了，出发！终于到澎湖了。哎，这边的天气比我想象中的好。你们来澎湖绝对不会这样吧？你的人到了，然后海边也到了，你是不是少了什么？对，不是我的手机就是下雨。我们把林丹的粉丝补上车了，嘉义男神直接上车哎！因为他从国中就喜欢林丹到现在，他看到林丹，他激动到快疯掉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把他拉上车。而且博生要哭了啦！他长相很像小史丹，好紧张啊！博生心跳很快哎，怎么办？女朋友嘞？没关系。你说你喜欢林丹多久？快五年吧。哇！好感动哦！好像突然变粉丝配角，那是我上车，太肥了，还有摄影师，我是要哭了啦。刚好，刚好六七八一起来，对，早上我们也是六七八，我们是下午的飞机。哇，台北都遇不到，然后来澎湖就遇到，现在有点大失控耶。我们把博生叫上车，博生现在单身吗？哇哇！你没有看到这只气死？说你很丑哎！要诚实哦，我们是黑男丘比特。重点是他现在心跳很快，很快啊！拜托，那你摸摸看他的心跳。不好意思，心跳是在下面。你们的女神是比较偏笨一点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左边那心脏
左边啦，左边，左边。对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哇！哎、欸，认真跳很快，你摸看看。哎呀！他现在被反骨包围，然后屁股被记者摄影，碰碰，然后碰碰，然后临近司机。哎、欸，那帮送你一个礼物啦。什么？送你一个资生堂的安耐晒。林丹最爱用的。对，我最爱用的。这是真的。对，这是真的。我去日本，林丹都叫我买安耐晒。对。已经做三次。没错。好心吃芭乐。我生。你要喂他吃哦。喂他。天哪，林丹要喂他吃芭乐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在台北真的没有这种那个。对啊，而且你只有在这里才有。被请上车哎。对啊。我会发抖，他会发抖。下一个啊！但今天来我们房间玩狼人杀了。啊！他来房间会突然变狼人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还给你们。拜拜。医生，说好了，说好了，说。你要把照片po到现实动态贴给我们大家哦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谢谢。爽吗？爽吗？澎湖的花火节、他们都没有带来看烟火必备的时尚单品，你看每个带什么雨伞雨衣， come on， 来这边就是要带防晒油好不好？哇，带晒的金钻高效防晒凝胶，在看烟火之前呢稍微补个防晒。还不是被晒到。没有，今天虽然说我们刚好没有遇到什么真的很热的天气，可是要跟大家讲，就是我是真的无时无刻都会补防晒的人，因为你知道有事没事补一下，而且它里面还有添加那种酶基成分，就是你可以抗老，让你的皮肤变好。OK 了 ，OK 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一抢完，大家每个人都会抢，你信不信？我要，我要，我要抢！我也有，我会晒伤啊！我也有，我也有，晒伤啊！快点晒一下。火节必备的就是真的要擦防晒，那就是指定就是明星专用的这款安耐晒的金钻高效防晒凝胶。那花火节准备要开始了，如果说呢还没有使用到这个防晒的，请跟我排队领取。花火节准备要开始了。求婚哦！哇，好美哦！你看，天哪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哎，太夸张了！不愧是冒雨也要来看的花火节。呜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哇哇！回到饭店吃宵夜。刚才一个人在便利商店买了一大堆的东西。太扯了啦，因为重点是我觉得今天的一切非常不如预期，就是真的没有想要来澎湖雨会那么大，然后呢风会那么大，导致本来以为就是太阳会很大，可以曝晒在那种阳光之中的那种日光浴的景色完全没有拍到。其实我们每一次出来玩，我们半夜都会去玩狼人杀，对不对？对，就翻牌和抓预言家你是狼。可是今天我准备了一个秘密小武器，因为你知道玩狼人杀最重要的就是，如果你不是狼，你是平民，被说是狼的时候，你就是会被黑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我怕被黑怎么办？我金钻高效能的防晒凝胶，防被黑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个超保险、超好用，两个小时补一次。其实它可以一整天都不用补，可是如果说你是一直连续一整天曝晒在阳光下的话，两个小时补一次就可以了，这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这样你就可以说不要黑我，不要黑我，不要黑我，我有防晒。没错，不要黑我，不要黑我，我有安耐晒。不要黑我，不要黑我，我有资生堂。而且最特别是它连磨到沙子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掉，而且它不会红，不会咬手，也不会让你觉得啊、哦、闷闷的不舒服。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资生堂的安耐晒，这个推荐给你们。哇、好啦，那就是我抹完了之后呢，我就要真的去玩狼人杀了。
那就希望说等一下我可以杀掉所有人，完全不要被黑。哇，你擦了一下，看起来比较瘦。好啦，如果说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把铃铛打开来。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我的爱美小物喽，拜拜，抓！